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像我刚刚就讲，他这人就是细心，对不对？会讲您，对不对？然后贴心，还有就是敬业、专业，我想这就是我们品牌要的。你自己身边的人呢？比如说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夸过你什么，让你觉得哎，好像我好像真的有这种这个魅力哈，自己都不知道的。对，我觉得我跟 Dean Superior 可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体贴吧。对，对，我自己应该也是一个蛮观察入微的一个人，是，时时刻刻在注意身边周遭的人，是，还蛮体贴的。是的，太棒了。可能是这么一个值得信赖的一个伙伴吧。对，肯定就是这个原因。那么让所有身边的工作伙伴或是我们的消费者，大家一起美丽上扬，这就是赵又廷的魅力哈。他就是会时时刻刻观察别人，体贴别人。妈，这样好了，自己说不好意思了。我们让副董来说，好，他今天脚不舒服，你可以背他吗？没问题，没有，他开玩笑的啦，他好好的。来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郑副董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来都可以，两边都可以欢迎东方美企业集团郑军邦副董事长，永远都是这么的雍容华贵啊！最重要的是，他跟赵又廷的合作呢，已经三年了，而且大家非常的愉快，也屡创佳绩。来，副董，请您站在中间，谢谢谢谢，请。我看起来像脚不舒服的样子。有一点哦，你也是观察入微。拍谁拍谁。好，各位嘉宾大家好，哦，还有现场有很多的我们非常忠实的 VIP 客人，啊，特别还有今天在场蛮多百货各通路楼面的一些主管，哦，还有我们的店家。我想今天你们都播控到这边来，实在是非常感谢。那当然看到娇娇也非常开心，然后特别是看到马克。好，所以今天大家非常开心，应该就是很期待能够看到那个 Mark。那就像刚刚 Mark 自己说的吧，非常的贴切，就是因为他很体贴、很细心，还有优质，这两个字是我自己深刻体会到的，是一个优质男生。好，所以多年来我们就非常希望说他能够代表我们这个 Dean Superior 的形象。非常吻合，那我想其他的我就不用再多说，因为各位今天在座很多人都多年来非常忠实的喜爱这个 Dean Superior 系列，而且你们也对这个商品非常熟悉，所以不必多言。那非常感谢你们，只是希望说，当然透过 Mark 的代言，那这个东西这个系列能够不断的持续的有更好的成绩。那周年庆也快到了，我们期待创下更大的佳绩。那稍微透露一个算是非常厉害的消息了，有点浮夸，我们现在请请请副董，对，今天是开心的时刻，好消息大家分享嘛，啊，哦，对对。现在都要稍微催自己要臭屁一下子，不过这是事实，因为我们从2008年嘛上市到现在，我们已经总数突破卖到现在超过100万瓶，啊，这是非常保守的估计，啊，其实有一些。叫做我们没有估计的数字是当然更多就对了，所以今天也算是一个开心的一个庆祝。好，再一次非常感谢在座各位对我们的爱护跟支持。那我想等一下我们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那就麻烦娇娇你哈克你们两位了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副董，谢谢副董，每次都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啊，温暖的感觉。那副董也比较害羞，我来要跟大家再次的报告，没错，我们就是突破100万瓶，不过这是保守估计哦。那当中我们有四冠王的产品，包括了润活精纯露，还有润活精纯乳，以及精纯提拉精，还有紧致提拉霜。那么累计的销量是过100万瓶，要感谢在座许多百货朋友的帮忙啊。我们当然今年的周年庆一定要更上一层楼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个庆功仪式啊，在大家的见证之下，谢谢各位的帮忙，来送上蛋糕。是的，在这个蛋糕呢上面，我们也看到100万的数字哦，这都是大家一起共同缔造的，谢谢大家支持啊！嘉利宝 Dean Superior 润活极致系列的四冠王的产品，好，请二位视线一致哦，好，稍微偏左边一点点，谢谢，左下角这边也有几个媒体，好。谢谢大家的配合。好，我们3秒钟之后就请两位呢一起切下这个蛋糕，庆祝我们100万瓶的突破销售量。这是保守估计，我们的成绩真的非常辉煌。倒数3秒，3、2、1，恭喜 Dean Superior 四冠王，请切蛋糕。好。
好，这真的可以切的。哎，傅董，这个蛋糕除了上面的四瓶之外都是可以吃的，这是真的蛋糕。我们待会儿也会请饭店工作人员帮我们切成比较适合入口的大小，放在我们的餐点区，欢迎大家来共享荣耀。谢谢谢谢谢谢。